到节目现场。是的，欢迎欢迎，非常欢迎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很多艺人都介绍，难道你今天介绍你自己表演吗？当然，你看他们都是派别人上台。哎，林颖姐是唱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今天我不唱歌，虽然歌喉很好，我选择玩悠悠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是悠悠达人嘞。那你要掌声鼓励一下吗？马上来真的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是，今天要请来的是世界级的冠军人物，来自日本还有新加坡的朋友，五位都是年轻人，而且呢玩悠悠呢，哇，都玩出个名堂来了，两个真的真的哦，事不宜迟，掌声欢迎我们五位悠悠达人，欢迎。哇，今天大家看到呢，就是五位悠悠达人的花式悠悠，好漂亮哎，这个是让人眼花缭乱，哎呦，好，现在是单人表演，是。他就是我们本地江 Alex， 哇，最厉害的是都不会手悠悠，怎么样？都不会打到自己，好厉害哦！而且呢，最近他们也刚刚得到了冠军荣衔哦，多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可以拿来防身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好，下一位来自日本的朋友，山谷川贵彦。他是世界冠军级人物，最拿手的呢就是单手的特技，大家可能家里呢都有养宠物啊，养鱼啊，对不对？养猫养狗，他养的是悠悠，有没有看到？平时有空的话，他就带这个悠悠7616到公园76，原来他是养悠悠的。好，第三位也是世界级的高手，欢迎 Kentaro Kimura。哎呀，手好巧！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双手特技，有没有看到两个悠悠？就是把两根绳子乱七八糟搞在一起，最后就不会打结，有序的，永远不打结，好厉害啊！完全没有打结，厉害呗！本地江 Sean 有没有看到他的悠悠跟绳子哦是分离的？这个呢，其实是最新的玩法。这个是迷你厉害呀、对对对对对，迷你版的扯铃，这更难哦，这个厉害，像我们玩扯铃一样玩，这么厉害，好厉害哦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当然他们手上呢都戴着一个像手套这样子的黑色衣物呢，其实为的是要保护他们的手指，不要让它受伤。好，另外一位 Marcus。很年轻，刚出炉的冠军级人物，哇，新加坡团体，哇 ，Beatworks， 怎么样？你看多帅气啊，对不对？出神入化了，根本是。好，再欢迎五位悠悠达人，哇，好，每个擅长的都不一样，单手特技、双手特技，而且呢，还有一项新的，就是悠悠和绳子分离的一个特技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好，谢谢，太精彩，太精彩了。